八所，在宜兰市康乐路38号。然后我在今年2017年6月25日开始试营运，然后7月1号开始正式营运。可以再考。花雕鸡定型，然后这个是凉拌的桂腰，然后这个是烤蔬菜，这是味噌汤，是蒸蛋，这是配菜是酱，然后一个主食，然后主食上面还有我们自己腌的萝卜干，然后这个是秋葵凉拌豆腐，然后这个花雕鸡也是我们自己腌的。全部自己煮。这个牛腱包饭的卤包是我妈的冰箱教我们秘方的卤包，然后里面有一颗温泉蛋。